主料，胡萝卜200克，辅料，盐、味精、香辣酱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胡萝卜洗净，去皮，切成丝状，水烧开放入胡萝卜，滤一下，滤干水分，放入味精、盐搅拌，再放入香辣酱，搅拌均匀。烹饪技巧，胡萝卜一定要滤一下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